重置再单克。重置。重置。Very fun。那他一箱0.5，所以还可以再装四箱。为什么那个会跑到下面去？丞相，如果那其实我们可以装蛮多箱，那就塞到满为止啊。薄弱的时候，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在我们最薄弱的地方。三小。好，升一箱。我塞了。等。哎，满的满的，1H1H1，七箱 H1。赵云冲我来那个 deploy 跟卸载不知道有什么差别？你觉得我们应该是可以空投设置位置吧？对啊，你看它就是可以直接拿出来设置位置。你说卸载它是那个全部丢出去，直接丢在旁边。对，deploy 就是可以让你指定位置放。会想要用那个新的地方的短程，这个妈球丢的是。好，无论如何，因为好了，就是至少这次军用数据都不行。等一下，你们对红军军用会有任何问题都不要找我。有问题请直接 Return。算了。然后你们准备好，我们用杠杆吧。可以。好。你要去前线，前线需要你们。我调一下意思吧。有问题打出来，我们要带回去。怎么？你是铺子？为什么他飞弹会有摄像头？他让你看那个，哎，这很酷哎！在你发射的时候，你可以看那个飞弹怎么飞到哪里去。但到底他有没有跟我的飞弹连线，这倒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要你射出去。你要先飞到哪里？我画了一条辅助线。作战区域敌方将从西侧来袭啦！啊，他们，你希望我们在战区多远的地方待命？你的那个机枪的射程？2公里。一公里，我1到1.5吧。2公里有点太极限。OK。你那个有雷射自动校正，我看一下，有，然后最远2000啊，对，最远是2000，这样的话，我看一下哦，待命区，你看一下，我画了一个紫色圈，你看一下那个位置都不 OK。因为敌方会从西侧来啊，那个西侧如果有办法歼灭他们在平原的话，歼敌于滩头。我觉得比较安全的话，是我标记的 N1， 跟另外一个点的话会是可能 N2。N2 的话，中间会有树林挡住了。也拖是拿来打假车啊，如果是那种轻型战机就不要。对啊，啊，只是他们如果要弹药补给的话，可能 N1 点会比较适合。就是如果他们要降落或是什么的话，还是你觉得我们先空投一波在那个他们要防守的位置？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要布防在哪里，因为他们没说他们的炮要架在哪里。
我们目前没有收到总指挥的位置，对不对？对啊，我一直都没声音。OK， 在这下面。这支直升机无线电测试有收到啊。在下面不知道在干嘛，还在研究啊，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办法锁定视角。它这个雷射开启之后，好像可以锁定吗？应该是没办法。所以那我的火射出去，它会跟着它导引吗？还是你那个应该是雷达锁定？那我应该怎么射？雷射标记，就是，按 R 看看啊。好，因为开 R， 然后看可不可以瞄我们自己的战机。按 R。感觉没有瞄到东西。那就是自瞄自打。还是那你可以发射的时候瞄切雷射。没有没有，雷射现在是已经开启了，不然我请哎，等一下哦，如果看到一个十字线虚线，说不定这个可以，哎，还是我请那个鲁拉让我们试射一次。不行，可鲁拉没有意思吧 ？OK， 那我跟他联络，我先。我们先飞到那个 N1 点，先确认一下目标区的距离。弯到目标区3公里，是不是？你说的目标区是那个城市吗？没有没有 ，N1 就是有一个这个小树林。哎，有看到进攻路线那边吗？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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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里啊。哦，3公里呢。那我看一下，我现在标记了一个 N3， 有看到啊。我看到了。杜大。你可以随便放一个载具，让我们锁定看看它到底是红外线导引还是雷达锁定。来来来来来，我猜应该是红外线导引，没有是没有雷达。我有觉得有啊，我有雷达。这架有雷达。哦，这架有雷达。我有16公里的雷达。好贵啊！可以帮我们放一个在我现在标记紫色圈吗 ？N4 点的地方。有，我确认到了，现在开启标记。哦，可以锁定，射出一发喽。嗯？对方有反红外线反应。他刚指炮轰我。对，没错，我再射第二发。因为我一瓶测试。加工。过，没事哎，我操！对啊，等一下，他现在 OK 好，锁定，等，我被挡住了，向右一点，向右一点 ，OK， 标记。解破你们的飞行机自己的沟通的图案，帮我用了一个你们自己的载具频道标示好不好？干。我看，收到收到，他会被感应到，很诡异。不是，他会被自己，我没有，我现在没有开雷射哦。然后我现在锁定了，射击一发。OK， 好。
这一次空中单位回报，它的它好像是限类似像无限导引的东西，它不会被雷，它不会用那个雷达锁定。这边已经测试结束了 ，HQ 可以帮我补给一下。补满了，感谢。欸，没有欸，我的导弹还是只有四发。我也顺便升级了一下你们的链炮。可以升级我的链炮？诡异耶，我的导弹还是只有四发。你们要应该要降落了，我看我箭弩都不满。那我等会你们可以帮我看一下，你们正下方那个绿色区块是树林很茂密的那一种，还是很疏散的那一种？我需要知道我的火炮放进去。这次空单位回报，树林非常茂密。要比干线。哎，不过 N 三点的位置很适合加破炮。否定我们目前没有任何取舍，行，干线。好 ，OK。阿奇，加工。如果你们空中滩涂方便，不算滩涂方便，需要补给弹药，你们在补给基地里面直接降落掉。补给基地在哪里？要防守的这个地方。OK。那我直接降落会补弹药。空中单位可以帮我看一下 P2 位置，它那个建筑是什么建筑物吗？收到，稍等一下。欸，这一次空中单位回报是那种阿玛2的谷仓，长方形的，长条形的，然后只有一楼可以守。那个牛舍吗？对，牛舍，牛舍。哎，他可不可以整个直接完整？ Fuck you, 不行。Oh fuck you！ 我要坐在你们直升机上面玩。你要怎么？哦，后座。对啊。我帮你们补补看好了，真的拿不动，你们再用搬。你补完了？对啊。可能你们在天上飞不能补吧。在天上。那、啊欸、你刚刚补的时候，我只有补到机炮而已。要不要趁现在直接把破炮弹药丢在这边？啊，不是啦，他们反坦克的弹药丢在这边。丢在那边。你们反坦克炮的弹药是用 AC1 装？对啊，很多哎。他一箱能装一箱是 0.5 而已。对。对啊。只是受伤。我是谁的血？不是我的血，你他妈揍我！有了，弹药的全满。对了，那个阿奇，刚刚 Marshall 说叫我们用自己的图标图放置，那是什么意思啊？你说自己的图标放置，哎呦，这傻小子！刚刚 Marshall 有叫我们说要用什么图标放置，你有收到？我不懂，我也不懂什么是图标放置，我也不懂。你也不懂，好，那我问他好了。这空中单位询问一下 Marshall， 你刚跟你确认一下，你说用自己的图标放置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们可以把你们的那个标图案的频道切换到载具频道，这样就全世界就只有你们看得到，不会干扰到地面部队。OK， 了解。载具频道。噔噔噔噔。Are we good to go? 欸，干，这样的话，那个阿奇，我射导弹出去的时候，你不能晃，欸，你晃的话，我就没办法瞄准。它不是雷射导引，它是这架直升机射出去，它会跟着我的瞄。我刚刚有把雷射关掉，
它会跟着我的炮手瞄准的地方飞过去，有点像托斯。OK。可是我看他有刚有一个垂直往上，然后又直接往下。刚刚那个好像是因为对方有开类似像什么主动红外线干扰什么鬼的东西，那个东西才让乱飞。所以你千万不能晃啊！他不是射后不理，超讨厌。我来随机指派你们任务。库西耶，库西耶是一个。2.5公，靠！他那个地图上没有道路，哦，是省道，超小一条，真的。这个地方是鸟不生蛋的鬼地方。三，帮我转接3132。话说这边有红组人在后面上车。好，我接下来随机指派你们任务，要去猎杀敌人的防空或补给基地之类的。防空。OK。叫 Marshall， 你要悬停在5公尺的地方吗？攻击了之后才飞出去。你们会看到有跳任务提示出来，那个是直升机的任务，你们看到就假装没看到就好。大声。啊，如果是给你们的任务提示，会很明显，就是你们一看就知道跟你们有关系这样。例如说飞回部基地整部之类的吗？又或者是敌人炮击。即将抵达之类的东西，那一看就知道是可以升级的。哈？你还真别说，我在我上德还真的被炮击干起来过，我在开飞机的。啊，我开着 U87被炮击打下来过。双头弹，然后炮击直接砸到我的翅膀。在我上德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我直接气到不想玩。我可以下机吗？不行的。You are bounded. 干。给你们一些不会太难对付的。看到我们的车车。你们那边，你那边看得到炮手的画面吗？看到你黄牛，只能看到你存在哪里。Oh, OK。他们要去前线阻挡，天线宝宝。他们要部署在湖尾、欸。
The final countdown。错没错的吗？对对对对对对。要等个挖完吗？先帮我挖完好了，然后如果待会太高炮打不到的话，我们再跳。这否则不会现在被打烂的。我看雷射目标最多，我雷射只能瞄到四公里，够了够了。我看不到他这一台的火箭在标什么点。用弹道修弹。天哪！我128发。你要凭感觉射了，对不对？因为128。你有看到空速管吗？就是我正前方有一个凸出来的那个东西，你要不要把那个当准星？确定那个？你确定那个是准星吗？我不知道哎、欸。啊，那个怎么看都像加油的吧？还是那个真的是空速管？空速管会做那么大根的吗？可是加油管它会做那长那样吗？看起来不太像。也确实，那根到底是什么？他们讨论就讨论一辈子，他们讨论跟部署要等一辈子。九点就现在做任务。哎，所以啊，我们的任务，我们的要猎杀的侦察队出来了。我做出来了，但我想要再多做几个，让你们更麻烦。啊，那我们现在执行第一回。完全的烧起来，你射到他，你就会知道，你就会知道你的任务成功了。你让我好害怕。为什么他地图外会一座湖吗？啊，他任务做起来就长这样。我帮你标记导航线。待会报纸整完装要传送的话，帮我传到红竹目前为止 P212 收。我刚放卡车出来，然后他莫名其妙爆炸，然后被人打。所以任务完成了吧？没有，他没有把弹药。四公里，帮我飞到 N 四点，那个距离应该是够。OK， 我确认到目标了，好像有敌军防空哦。需要我现在开火吗？你可以先开火。那你可能要先定住。开火喽！开火！雷射开启。射出。Miss， 第二发。不要晃，不要晃。命中。OK， 我撒一点机炮。Okay.好，我去撒一点火箭弹。
低哦。OK。有回旋。喂，他们基地有防空。闪得掉啊。基地有防空车啊，操。我的角度看不到，第一点。先撤退，先撤回。哇！飞了回去哈。你俩现在不算摧毁，我都炸了怎么办？啊，你没有炸到货柜啊，你没有炸到弹药货柜。Fuck you！你什么都炸到了，你是没有炸到弹药货柜。我已经少了30米机炮打在他身上，但他一点事都没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看来那个弹药货柜防御坚强啊。我们刚雷达有扫到一台 APC， 不知道是什么。在机场那边吗？没有，在他们进攻防御点那边。防御点。OK， 先维修啊，然后再一次。你现在有办法悬停吗？不然我先把我们的火箭，我先用我的导引火箭先把那个弹药货柜炸掉，然后我们再直接回去增补。这个局看到吗？我看一下。我看到那个烟了，但是我觉得你应该看不到。要再高一点点。好，看得到。那你要稳住哦。我都在冒烟的。第一发射出。吸烟，他现在在几片右边。注意。开火。他会自动几片右边。第一发命中，第二发命中，有爆吗？我看到我在冒烟了。你们需要支援他们吗？有爆吗？好了，应该有击中了。我目前剩两发导引。什么叫做我们现在需要支援他们的防线要被扯烂？啊？可是我们没有收到消息。防线要被，原来有载具，你要不要先打 BTR 60？了解，那个用机炮就好吧。开火喽！你要左回旋，右回旋。还有，我问一下，你轮子不收吗？这次拦住我们在阵地的北方，不影响我们的。BTR 没被摧毁，但有大量步兵闪开了。地兵，这我看他爆炸了。哦，爆炸了吗？到时候空中单位可以先观测，然后边打击敌方 BTR 吗？感谢。这一次空中单位回报已经观测，并且开始对 BTR 进行攻击，目前已摧毁一辆。到时候麻烦扔，我用 BTR 用机炮处理就好。有色用弹或用弹来标示位置，避免有重物击。瞄到了，有瞄到了。打到房子了，
OK, time to go. OK， 有点回缩。我们当一下，我们当一下。哇哇哇哇哇哇哇！放进交战。What？ 单位这边地面，空单位这里地面。哦，我看到他掉下去了。你的 time to go 是自杀的意思，还是要撤，还是要离开的意思？尾巴被打坏了。啊！你们怎么了？我不知道啊，就对啊，我阿吉说 time to go， 然后我们就撞地板了，我不知道。我们 time to go 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的尾巴坏了，然后我就拉不起来了。啊你，我不知道干什么。啊，已经拉不起来了。哎。啊，一样的位置。OK。就落啊！钢针，你帮我，你漏进去就好，我来背。哎，六箱钢针哦。那一坨弹药，不知道哎、欸，满了吗？还可以啊，还可以捞七箱。好，不知道有时候會往后丢。什么鬼啊！他往后丢哎、欸，对啊，嗯，还需要吗？才可以两箱。OK。发生什么事？这一箱，好、okay, 好了，哦，起飞 ，Go Go Go！ 你是空中，我叫地面，请说。重新上线，再从基地前往你的位置。到时候请注意 P1 西南方大概800公尺有敌方的布莱德雷在行动中，需要火控打击。布莱德雷 ，you say？ 正确，布莱德雷。P1
西南方，飞到 N2 点就好了。这里是 B2 阵地，我们遭遇敌装甲车还有火箭弹攻击，那个方位来自西方。车速如果状况不许可的话，可以帮我撤回到那个武器基地内部进行防御。我看一下，雷射开启，距目标区六公里。这边是红主，明确我们的火炮已经损坏。寻找目标中，确认到布莱德雷了，可以悬停吗？可以啊。好，锁定，准备好跟我说。可以直射吗？我这样水平飞。东单位里面有可以吃的。开火。命中，摧毁掉了。这一次空中单位回报，我这边没有可以吃雷子的东西，但我自己可以射发雷子。然后那个布莱德雷位于 P1 点的布莱德雷已经摧毁掉了。我找寻第二目标 ，BTR 已经确认击毁掉了。OK， 我们先离开作战空域去摧毁炮那个炮兵阵地好了。这次空中单位，我们接到任务要去摧毁敌军炮兵阵地，我们先暂时离开你们的作战区域。说，目标区六公里。所以刚刚的弹药打几点？还没摧毁完吗？我以为摧毁完了。对啊，不然我等一下再用机炮扫那边好了。只是你说那副这两个中间有防空敌军的防空单位，对不对？在他们机场啊，因为刚左上角有个机场。OK， 那可能要飞低一点。四公里大概就是我的打击区域，我已经看到，我有看到目标，但是没办法看很清楚。我看到炮击阵地了，可以？你要我用机炮还是用多管火箭，还是用？火箭过去，我是不知道有没有防空。没有。那你可不可以飞到稍微两公里的地方，然后让我用机炮扫？OK， 可以开始减速了。可以低一点，没关系。OK， 我试试看哦。为什么？打掉了。马进，你在跟我讲话吗？两门打掉了，后面还有两门，要再近一点点。打我的人都讲话。等一下，过头过头，低一点低一点。OK， 确认摧毁，
找一下，我找一下有没有第三座。等一下哦，先不要动哦。看一下多管。你这边可以这边打得到那个弹药弹药车。可以，不过我先确认一下，刚刚看到敌军的。你是可恶！地陆阵地回西方主要道路，西方坦克。标记，开火。嗯，我看那个弹药库我们打掉啦，是沉下来的，撤离吧，先回战区支援他们。从他们背后来。OK。这一次空中单位回报，敌军火炮已经摧毁掉了，目前赶回去支援你们。询问战车位置。你确定从这边飞是个好主意？他们绝对不会想到哎、欸，有一台不知道是什么，看到了，不知道是什么。OK， 我射一发过去喽。是，请求雷欧帕，雷欧帕，报应，请求五十支援。你们坦克 miss， 你在晃。敌方坦克位置在位置可以把标记出来吗？命中，干掉，撤退，放热焰，先躲到山区去。刚坦克位置在111那条主要赛道上面。搜寻目标中，目前没有。这些空单位确认集回一台豹一，现在立即撤离。目前。那个机炮弹药400发，然后导引飞弹5发。要补吗？趁现在没有人，赶快补啊！我们顺便把弹药丢过去哦。货物可以空投哎、欸！等一下，等，我们先去摧毁他们。N4点那个位置会被瞄到啊？不会。OK。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打一发过去？赶在好后面的区域、欸。对啊，如果是从南边绕过去，算都有点危险。5公里，还没目，有确认到目标了。这边可以定住吗？可以，应该可以。挺好，跟我说。好了吗？好的。2发。从北方超收，这是1发。第一发，这个山洞应该没有多硬，直接打击比。这红土没办法提供火力支援了。命中，再一发。方单位还在线上吗？觉得你没有办法再 P。第三发。稍后一下。有没有办法在 P 2的位置上面看一下东北方有没有地方步兵？如果有 ，OK， 机会了，可以撤离。这一空中单位收到。这 P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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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P2。他说 P2 的怎样？P2 需要有步兵压境，要做火力扫射，是不是？他约进入我们200公尺以内。那也太近了。那我不能用火箭弹。Danger close 哦。可以标示一下敌军位置吗？我看他跟你们长得很像。得用点气炮了。好，请招待。BO 点是敌人还是友军？BO 点为敌人。收到，开火。OK， 可以撤离了，可以撤离了。我已经在死角，去补弹药吧。我要离那个很近啊。这一空单位已经打击完成，请确认。这里还是有遭遇零星物品环境，因为这楼总部是哪一目标？扫荡中。你可以帮我面向西北侧吗？OK， 可以了。哇哇！前面，那是什么？你有另外一个吗？你有锁定的吗？有，我锁定了。先在哪个？了解。直射。开火。Miss。命中。吓死人了 ！OK， 我那个导引火箭没了，我需要补给。我先注意一下。他是步兵吗？我觉得我们飞回基地防御会不会比较好一点？补给会不会比较好一点？战区补给，快点！战区补给。这里是空中单位，那个刚刚摧毁了一台豹一，然后目前弹药低下，我们会在战区进行补给，可能大概五分钟之后才会重新上线。要说感谢。小心，慢慢来。OK， 下。Go！你想是啥？反正拿来就对了。反正拿来就补就对了。干，刚刚那个第二最后一发超刺激，走。哦，干这样就四发嘞。我这个也是四发。那这边刚好补满，然后补哦，对，然后补机炮跟热焰弹。我补机炮，你补热焰弹好了。还有火箭。热焰弹没差，我补火箭。哦。没耗多少。好。P2 阵地，请问我们是否能向地区指挥部要求新的火炮支援？
那个在补给阵地里面，它有一个备调杠式点，那边有另外一挺火炮可以使用。哎呦，那是点炮击。炮击我们解决掉啦，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应该是我们的人在开火。整了557发，我看一下。OK， 满了。P 图阵地回报在我们西方有 DPR 在干道上面向我们驶过来。他说你还可以补诶、欸，那个、欸。对啊，对啊，那我再补，我再补补看。难道？那我拿的烟弹差不多。可以替打吗？哦，干好刺激哦，吓死人了！OK，good go。OK， 上机了。我这边还是八发，所以那个没有用。真是假的？雷射标记开启。雷射空中单位重新上线。多感谢。绿色荧光弹是我们的还是？他们在打，对哦，跑掉了。对，因为是熊队想要绕他们，不然我被我们拦截。目前没有看到什么威胁，你看要不要先撤到东侧的 N 5点，在那边待命。什么？你在空中跑的？不知道哎、欸，没看到东西爆炸，会不会是敌军的无人机之类的东西？等下会用无人机撞的。有可能的，可是那东西我打不了。对，东西在空堡哎、欸。这一次空中单位目前我们没有什么有需要的话再跟我们说，我们会在 N1 点上空待命。好的。我看到BTR 了，哎、欸，确认，我要开火了。好吧，打不到，我射火箭。命中 ，OK， 我要下雨了。我闪开闪开闪开！热焰热焰热焰！他没有追踪，他没有追踪。OK。傻笑。看，我不知道，感觉我以为是，反正像我以为是那个刺针，好像是 RPG 吧。在树林里面，我正在扫射。
还有一波是不是？啊，他是最后一波要来的。我弹药机炮弹药剩371发，应该够。我简单的拆。OK 哦，火箭导引准，导引火箭好了，然后。那是我们放的车子啊，更远的地方。Oh shit！ 通过3.5公里吗？哪里？哪里？在哪里？在他们机场。购买教练。你知道敌方有空中？啊，没打回。That's not good。他的速度其实蛮快的，快速的接近。那虽然是他们机场的那台攻不死他。真的假的？我们要先解决他。对吧？等一下，你能射就射。干起雾了。通古斯塔的雷达大概多远？八吧。那我们现在应该在那范围。你可能要到 N 四点附近，我才看得到目标。OK， 我看到目标了，可以射击。射。等我一下啊，再晃。第一发。他锁定我们发射了。OK，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向右，向右躲。OK， 这位置应该 OK。对，他被树荫挡住了。哦，全躲过了。很好，很好。只是我现在没办法，你射击之后要稳住，不然我没办法瞄准，这比较麻烦一点。哎，这个位置好，这个位置可以跟他打。还在吧？他爆炸了？真的吗？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命中欸。我刚刚爆炸欸。嗯，他爆炸了。你可不可以再转一圈，我确认一下。嗯？这位置我没看到。你4公里打得到啊？趴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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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开闪开闪开！从西往北，低一点低一点低一点，撤退撤退撤退，你还活着吗？他大概会驶到那个马里波那个城镇。我居然没办法接手。这边我们目前在跟我们南方的一台坦克进交战。你跟我说他死了，我看到他东西爆炸了，没有爆啊，超小。OK，
而且我们可能要制定计划，你就 你有什么好过 idea？ 我觉得我们要维持速度。可是我重点是我那个火箭很麻烦的是，你如果一晃到，它那个就会整个偏掉。什么叫做 you broke it was 什么意思？还是这是我来？我想说，如哎、欸，你那个火箭有没有办法四公里，然后用那种像弹弓一样去斜射的方式去覆盖它？可以啊，但是它没有瞄准那个。那就变成我要帮你当弹道观测的。对。嗯？来自战车的昏睡红茶，所以我回来了。你是我？哦，已经没有打了，超夸张！哎，一发就把我干掉了、啊那个简单，Frieza 怎么在这？致命性失血。致命性失血。Frieza 是被战车炮打烂，是不是？对。好，那等一下，那我大概讲一下，就是第一个。下礼拜的任务，会有两边两支小队，一支是你们是同，你们是友军，不会有 PVP 的情况。那会有两边，一边是你们要在阿尔蒂斯用你们这刚刚领到的这些炮，去阻挡邪恶敌人的阴谋，以及他们发明的新式武器。但是你们必须仰赖你们手边老旧的 ND12去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那另外一边呢？是搅屎棍美国佬，那美国佬要来搞清楚。好，美国佬，嘿、hey, ，美国佬怎样？怎么了？美国佬要来派了一支特战小队，要来搞懂这些那个新型武器是怎么来的。好，言下之意呢，就是下礼拜的任务会分成两边。好，一边是蹦蹦蹦，然后另外一边是拿着消音器啾啾啾。所以大概就这样。那这次的任务主要是让大家更熟悉 ND12 这门炮要怎么操。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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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那应该不是 ACR 吧？他应该不可能哈 ACR。天师啊！那是谁？而且超好笑一件事情就是他打了他十发弹夹。哈哈哈哈哈！那个鲁拉把他丢到旁边去，用僵尸去搞他。那个不是那个吗？不是望远镜的那个吗？他是拿望远镜。对啊，他是拿望远镜，他是拿望远镜。误会，但我还是该电死他。我在讲话也在催我。对啊。拍他跟江、啊、拍拍跟大智老决斗、啊。不好意思打个岔，反正那下礼拜的特战职位预定是四个，那其他人会操作四门炮，那这四门炮我都已经那个敲定位置跟那个附近的掩体，确定哦。第一个设计良好，第二个你们炮不会动不动弹来弹去的，这是下礼拜任务能跟你们保证的地方。好，那回到今天任务，我觉得今天任务，就像我说，虽然是试验性质，让你们了解 ND12 怎么用，但是对于反坦克炮的部署，我个人有一些建议。举例来说，像 P2 那边好了，好，我们知道 P2 敌人会沿，主要会沿道路，因为毕竟是机械化步兵嘛，他们主要会沿道路由西向东发起攻击。那如果是我，因为你们。Hello， 啊 ，Hello， 最重要的话鲁拉被收音了，啊，因为你们 okay, 没事，好，你们我刚讲到哪里？P2，然后因为我们，哦对哦对，没有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好切宙斯，所以声音不见。我爷爷的遗言都比你们的反坦克炮是部署在 P2 嘛，所以你们的设计就大概是我现在画红线的样子，没错吧？你们一开始他们在放的时候，因为又挖了掩体，对，我很不建议你们在固定式武器旁边挖掩体。好，总之因为你们一开始指向错了，所以你们 P2 的设计变成这样。然后敌人的三台 BTR 就直接沿黑线就直接飙到你们脸上就然后那边有玻璃耶，碰到。
是没有没有没有，就是那边那个黑线是可以走的，我以为它是电线。那不是电线，那是水泥，那个是柏油道路。因为你们一开始是沿着那个对着那个湖边的，所以 DMBTR 就直接开过来，直接在你们北边的小镇直接放人。这是第一次比较可惜的地方。那第二个你们后来哦，虽然成功调整了你们那个火炮的指向变成这样子，哦，你们火炮射界变成这样子 ，OK。但是如果敌人顶着你们的火力，我现在改用黑色化敌人的行动路线。如果敌人顶着你们的火力突破你们的射界，是不是你们的炮就来不及转？所以就算不管是你今天操作的是固定是火炮啊、反坦克还是重机枪，你们要守。哎呦，干，到底飞沙哦，我受伤了啦！啊，我怎么听到有人拿近战武器在扣？没有没有，他拿炮弹冲过来撞我们，然后那个飞沙券还有阿奇都受伤，阿奇倒了。I am alive。不好意思，我继续。那我觉得更，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敌人是由西向东，那我觉得更理想的埋伏方式可能会是，你们是用什么颜什么蓝 ？OK， 可能是 P3 或者是 P4 的位置。那你们的火力就会变成长，你们的火网就可以长这样。或者是这样子。你那 P3 位置最好。对，我觉得 P3 的位置会更理想。我一开始原定计划是我现在放 P2 的位置，就让它直接怼着那个道路上，就是。对啊，这样也行，因为你。但是我后来考虑到说，我不确定说敌人会不会从树林上过来，所以我还把它故意往后拉一段距离，然后这边。哦，好了，反正我知道可能你有考量，但至少从炮阵地的摆放来讲。如果敌人是从西向东，那你们直接怼脸上 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甚至你们如果放在我现在放 P3 好了，甚至如果你们放 P3， 好，虽然 P3 你们的开火时间可能比较短，你们开火的窗口可能就这样短短的。但是第一个，因为是在敌人的完全侧面90度；第二个，你们命中的就是敌人最薄弱的、比较薄弱的侧面，所以就是。你们在部署防御的时候啊，不一定说我敌人要攻击我，那我就是正面跟他们硬碰硬，而是可以选择在边线他们的侧翼的地方，选择做埋伏这样。那你们 P1 那边也是，已知敌人会从西向东，那我可能会放到我可能不一定啊，我只是举例，我现在只是大概放一下，我可能会考虑红色的，我可能会考虑红色的 P2。又或者是一开始就选择在 P3， 你们黑色 P3 嘛，一开始就选择在黑色的 P3 这样。总之这样或许会比 P1 好一点，尤其是你 P1 如果出事情了，你没地方跑。那飞起来是发生什么事？你们 P1， 我不确定你们 P1 怎么死。我的意思是，就是如果你们 P1 发现，靠腰敌人好像有点强，我要绕干，但是你会发现，因为 P1 往北往南都是很大片的平原，所以如果你们选择 P3。你们就是后面就是树跟地形，你们就往后缩起来就没事。那 P2 旁边都是建筑，你们躲进去也就没事了。这样，所以在选择射击阵地，也要多少考虑一下那个撤退跟绕干的方向。大概就这样。我故意不让任务结束，就是占有地图会比较好讲。大概就这样。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那个会有雷子之类的东西吗？你是说我们的炮吗？没有，其他操作员。操作员，你们没有？你们没有雷子炮弹啊？给你们雷子也没用啊。雷子吗？没有，你们有一门 ATGN， 那个 ATGN 是射手导引，就是你准心要一直对着它，跟雷子没有关系。他那个斯大林的。你那个斯大林钢针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斯大林钢针，就是比较穿的钢针啊。你们看到上面都还印着史达林的脸，对啊，你们也成功敲动，你们机会爆 A6，他没有爆炸，但是他那个马修尔那边把他车主员打下车了，他吃了两把 AT 耶，史达林刚刚是什么？是可以把对方的载具变成我们的载具吗？哈哈哈哈哈，那是金色的，为什么不是红色？那是心灵控制。
要不然陈志文送到西伯利亚。好，虽然我知道你们大概讲完就忘记了，但我还是放一下。好，你们现在看地上新的这一门，这一盒，等一下，我删掉太多盒了，我删掉太多盒了。哎，你把史达林都删掉了。对，好，现在看，我现在新放一盒在你们的，在。你们看盒子上面，如果写，你就看三开头的哦，那这是钢针。然后啊，对，然后 H 一是一个 O 开头的，在上恩角边有一个 O 开头的。哦，你们就记得第一个就好。如果第一个是数字哦，是三，那就那钢针。那、啊、如果是 O 开头的，就是 H 一。那、啊、你们下礼拜。哎，没有，我只要你们记这两个。下一半的任务，你们有一个盖好的弹药库，那你们的炮阵地是自己需要派卡车过去帮你们往前面搬弹药的，这样。你打开来看也可以知道了。下一半有没有一个取射火炮？下一半没有取射火炮，但是你这门炮本身可以当做取射火炮来打。所以下礼拜没有 ATGM 可以。下礼拜没有，下礼拜也用不到 ATGM， 相信我。哦。哎、欸，那测距炮头就可以寄测距。测距它其实，好，我再丢一门炮。我因为我发现你们好像没有测距、啊，你们好像不太会测距。测距，它本身有一个简单的测距，在左下角吗？左下角对啊，就一样量那个车底到车高啊，就2.7吗？对，它有一个车高2.7，它是公尺。那北约那个时候，大部分的甲车平均高度就大概算可能2公尺到3公尺，抓一个2.7，那你就是底线放在履带底，然后上面那边放在车顶，那你就可以知道说这台车，以2.7公尺来讲，这台车离你多远，然后就去这个抓大概这样。所以你们其实不用每次都仰赖车距仪这样。嗯，那看左边右边。左下。我不要装那个一般的 AP 了，看哪一种我淬火过哎，看哪一种弹，然后再看左边右边的那个。哦，这个等，我没有收到背起来，但让我上去看一下，我上去看了我就知道。左边是 AP， 右边是 AP。我视角的那个。